见过这个国旗吗？不好意思，国家叫亚美尼亚，有听说过吗？听说过，是先是说啊，不要骗我。你觉得大概是在哪个位置呢？亚美尼亚，南美。我是亚美尼亚的。我长得像南美吗？我不知道，我脸盲。对，一个这个国旗，国旗，嗯，是不知道，有见过吗？没有，不清楚。我问你一个问题吗？ 应该在太平洋，应该太平洋的一个小岛上吧，欧洲吧。哦，没错，东欧，亚美尼亚，听说过吗？亚美尼亚听说过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听说过什么呢？亚美尼亚的美女很漂亮。对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国家吗？有一天见过吗？有印象，但是具体哪个国家？听说过有一个国家叫亚美尼亚。亚美尼亚。 没有，但是这个国旗看着挺眼熟的。你看出糗吗？没有。有影响吗？乌克兰，不太了解。是亚美尼亚。你有听说过吗？这个国家？没听说过。So sad， 因为发现很多人都不知道我的国家，虽然很少。怎么说呢？因为国家太多了，国旗我们不会刻意去记一些东西。是。主要是跟中国如果有 很好的关系的话，我们一般都会知道的。我们很好的关系啊，关系还是蛮好的。听有见过这个国旗吗？一间，有印象。那有一个国家听说过吗？叫亚美尼亚。哦，听懂了。有听说过吗？应该是东欧的吧。东欧的是没错，你怎么知道？因为很少人知道这个国家，所以我们就认识。听到过是东欧的。亚美尼亚国家这个有听说过吗？有听过，但是不熟悉。但你知道大概可以猜到是在哪个位置吗？亚美尼亚。 非洲，东欧的一个小的国家啊，我也是亚美尼亚的。我的国籍，你听说过一个国家叫亚美尼亚吗？听说过。你知道大概在哪里吗？亚美尼亚应该是非洲的吧？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国旗吗？有国家叫亚美尼亚，听说过吗？ 没有听说过，是很小，没事的，很小的一个国家。发现一百当中大概99个都不知道。其实你们介意如果我叫你们一个亚美尼亚语吗？可以啊，可以。就是谢谢，亚美尼亚叫 snoragalutun，就是可能是最长的一个词吧，我也觉得。亚美尼亚谢谢，是叫 snoragalutun。 是，而且我发现很多女生一下子就会说到，原来是男生总是会。Snoragalutun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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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noragalutun。 嗯，好，卡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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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卡
谢谢。No. Shlo. Ra. Dra. Ga. Ga. Lu. Lu. Chun. Chun. Shlora kalu chun. Shlora kalu. Kalu chun. Kalu chun. Kalu chun. 对。Shlora. Shlora. Kalu chun. Kalu chun.Shlora Galuchin. Shlora Galuchin. 可以的。你知道我妈有两个人来。还有两个人来，好呀。都你们知道，这个你们都知道是吧？这边这是什么国籍呢？中国的国籍。是，没错，是中国的。然后我就问你们，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国籍？你们新来的哪些朋友是不知道？你说什么？中国。是什么？
亚美尼亚。哦，亚美尼亚。然后你们觉得来自于哪里呢？亚美尼亚。因为没错，我也是亚美尼亚人。因为我国家其实很小，人口你知道是多少吗？三百。三亿。3亿。三万。三是你说的那个三，很对，你知道吗？三是三亿，我才有3000。啊，哦，对哦，没上过，就是。他说，因为他有什么？三条，所以人口肯定开始有用三数字，对吧？其实我们有300万人。你知道中国有多少人吗？不知道。我应该有很多亿了。为什么要采访我们？因为我觉得你们很可爱，而且今天了解到了有一个新的国家，是不是叫什么？亚美尼亚。哎呀妈呀！真的，我也打鼓。好了，都踩好了，好，你们努力学习好吗？好，我们下次在亚美尼亚见哦。哦，其实他很可爱。你看一圈人，就是今天知道了亚美尼亚这个国家哦，啊，不容易啊。